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，根据求职网的调查，职场妈妈们有95%透露想离家喘息一下，有将近70%认为台湾职场对他们不友善，像是长期低薪、无法配合加班应酬都让他们感到焦虑，回到家之后还有做不完的家事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，让他们蜡烛多头烧。调查也发现，职场妈妈的生活疲劳指数平均是79.5分，也创下了5年新高。白天要上班，晚上顾小孩，一天24小时好像永远不够用。即将迎来母亲节，有求职网平台针对1258位职场妈妈做问卷调查，结果发现职场妈妈的生活疲劳指数平均为79.5分，创下5年新高。而每天工作时间约为10.8小时，有95%的职场妈妈透露想离家喘息一下，更有约1/4坦诚经济压力大，需要娘家援助。我应该也有80分没有错。小孩在家的话，他还是会找你，即便爸爸在家也是会，喝个下午茶也好之类的。小朋友睡着之后，可能去吃个饭啊，逛个街这样。若以行业别交叉分析疲劳指数排行，从事大传广告业的职场妈妈达84.3分，是最累的。至于餐饮、旅游业和金融会计业，则分别拿下2nd、3rd名。进一步探讨焦虑的原因，职场上和长期低薪无法配合加班应酬，家庭部分最焦虑的是下班后有一堆家事，另外子女教育错过陪伴小孩，最令他们伤脑筋。统计约有94%的人认为根本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，有近70%觉得台湾职场环境对他们不友善。除了要照顾子女之外，可能还要照顾家中的长辈，对外还要面对来自于公司的这个公务的绩效要求，跟所谓的这个三明治族。职场家庭多头烧真的好辛苦，母亲节可别忘了好好慰劳一下妈妈。这杨宗彦、王秋明台北报道。